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包辉，哎，找一下那管水那大个，让他给那个所有战士边上全部都放上水桶、水杯。后面的那个他们骑马那个，你就给他那瓶，因为他没法拿。行，拿两箱给他们先拿过去。谢谢。那边也喊，这边也喊，我哪听着？在那边，这边根本就听不见。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剧组开始为漫长的夜戏做准备。太费劲了，因为那个完全是没有路的，完全是用船把灯全运过去，在我们在山顶上12米长8米宽的那个脚手架，完了上铺上大板，我把灯一个一个运过去，完了支起来，做好那个安全保卫工作。记事记事，这边12头开吗？24头开吗？有啊有啊，好吧 ，OK。谢谢我大哥。嗨。从一开始安上这灯了，天天有三个人值班，24小时，人在那吃，在那住，我们天天把饭给人送过去。2台200万的这个发动机，始终在这放。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拍日期拍夜戏啊一个基本的照明。说下雨了，要下雨了，那边天都阴了。这个时候雨到哪儿了？你要打电话。现在下雨了，刮了。那现在你们过来的时候，1度和2度在下雨吗？10公里以外就停了。说雨到你们那儿没有？那就离这儿还有多少分钟？这几分钟当中，我们从这个就是拍摄的1000多人从现场撤到安全地带或者撤到车上，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你把握这个时间，这个是很难的。部队紧，腾空道路，道路前安全顺序就是马背先走。好的，收到，不卸妆，不卸妆。
且我现在就都布置好了，就要拍了，咣雷响了，你说你跑不跑，是吧？你不跑，一会儿那雨把你砸在那个水里的时候，直接没着点路上。然后呢，你本来就没有衣服，再把它砸湿了，砸湿以后第二天怎么拍呢？没法拍，没法穿了。于是怎么办呢？就把这一千多件衣服晾干了。你说需要怎么办？就是你说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呐。我们预测好了99次都是准确的，都逃跑成功了，就那一次人家说了，哎呀，雨来了，就在我这雨就在3公里的地方，3公里你还不跑还等什么呢？再跑好不容易这么呱一跑完了以后，太阳出来。